我最近找到一个超好吃的抹茶店，我觉得这边非常的在地。我觉得在日本吃过的抹茶店里面，也觉得第一名好吃。我要推荐给你。好，我期待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颗色的一树。哎，一树又穿浴衣耶。对，没错，是上次那个热天拍摄的时候买的浴衣，适合吗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因为今天要拍日本人在台湾最推荐的日本东西。然后今天是摩车店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摩车，然后我最近找到一个超好吃的摩车店，我觉得这边非常的在地。我觉得在日本吃过的摩车店里面，也觉得第一名好吃，我要推荐给你。好，我期待一下。干总，你也喜欢抹茶是不是？超爱的。好，那这次的话，推荐一间的话，说有一点无聊，所以那我们来 PK 一下吧。哎，好啊。有信心吗？一定不会输给你，好吗？好啊，我知道了。那先推荐我的这边，叫做平安金叉市，然后这边是福清站五号直火，走路大概一分钟而已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这边抹茶千层蛋糕。超级的浓，超级好吃，超级在地的，所以非常推荐。那我们走吧 ，Go， 大佬，快来！一个吃的，一只。这个是落纸，你看这个纸，好可爱哦，非常日本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有抹茶，还有红豆、白玉。我这次没有吃过这个，我都是吃抹茶千层蛋糕，第一次吃看看。那这个是卡诺点的，非常有神髓。嗯，什么？我吃吃看啊。哇！抹茶非常浓，好好吃啊！那里面有那个抹茶的果冻，也是很好吃，也是抹茶的味道浓浓的，入口即化感觉，好好吃哦。然后这是一个300块，我觉得其实有一点贵，但是这边很高级，然后安静，这么好吃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你试试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，这个好吃。美味しい。你以前吃过的有差吗？好吃很多。耶，抹茶味好浓哦。是不是？你没有自信了？你不是要介绍吗？我看我好像也不用介绍了吧。嗨，到了最推荐的抹茶千层蛋糕，这个真的有千层哎。好厉害啊！然后这个是手刷抹茶，那首先这个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太可爱了吧！你吃，因为这太好吃了，一眼就吃完了。太可爱了吧！你不小心有那个红豆哎，不是吗？又不是红豆吗？是吗？那我说你的那个衣服上啦，衣服上，完蛋了！你看，问题超多。太兴奋了，反正先吃吧。嗯，还要死。就是你在地板上的时候，哇，高级的味道，很非常非常浓的抹茶，这个完全不甜，就是那个手刷的高级的感觉，很好喝。你不要全部喝完了，给我留一点呢。好 ，OK， 留一半。好，那你要吃蛋糕。哇，うまそう。これうまいわ。你干嘛每次好吃都用日文讲？你是故意的？像这个抹茶的 cream 超好喝，好喝，好吃，黏腻的感觉。
然后又抹茶非常浓，然后这个是完全不甜，因为在台北的抹茶店几乎都是，甜一点的味道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不甜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像日本的味道，好好吃。哦，这样切下去的时候真的有千层哎，好厉害哦！嗯，是真的很好吃，还是你在演戏啊？真的好吃，你吃口吃吧。好，我等一下吃就知道了。我先喝茶。对，先喝茶。好，这要转三圈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都忘记了。日本住那么久，我都忘记了。对，三次。喜欢喝茶的人真的一定要喝。哦。我来看一下你是不是演的。没有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也太小了吧，很好吃哎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在盐吗？没有盐，是吧？芡蛋糕的话，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吃，它里面那个奶油很多很浓。哦，那你觉得这三个里面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有点难，我得再好好想一下。多好吃，多好吃，这多好吃，好。看哦，超好吃，是不是？超好吃！你给他们几分啊？我觉得最大十分，给个九分。九分，我也是九分。他们老板真的很热情，也给我一些小礼物，就是洗发精，摩擦做的洗发精，还有超厉害的沐浴乳之类的。哇，太开心了！而且其实那边有那个和食，对，但是可惜的是不对外开放。对，但是他们让我拍照。给你们看，一树，你在那个台湾吃过几间抹茶店呢？十家以上哦。十家？因为我的朋友真的很爱抹茶，所以常常会去吃新的抹茶店这样子。所以这边是你的第一名。第一名，然后在日本的话更多，但是包含日本、台湾，还是第一名是他，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你可以过吗？我觉得可以不用去我那间店了。好了，还是去一下嘛。去了才知道这边有多好吃，对不对？好，走。到了第二间，我们刚刚点了抹茶蛋糕，还有抹茶松。看到这边好像有日本定食的样子对，这边呢就是从价格上来说比较亲民啊，是这样子的、哦、对，单纯以好吃来说绝对是没办法比，但是就是平时都可以来，好，也有定食啦，就好，什么东西没有信心了吗？吃完那间再过来是真的 OK， 那要考虑一下这个价格的啊，对， CP 值，好，那我们等他们了，好，肉真的很好吃，很浓的芝士口味，然后再看这个下面这个饼干的部分，这个好像是有巧克力的味道，还蛮好吃。这样子120的话真的很值得，好吃，我蛮喜欢这个哎。是啊，喜欢就好。可以可以。第二个茶室物品，那我来吃这个。还可以，好吃是好吃，而且这个是一个盘子200块，还是你输了？我吃到那个冰淇淋的第一口，我就知道我输了。冰淇淋比较淡淡好了，可能哈根达斯比较好吃。看到你比较吃起来怎么样？肯定是那一间啦，对不对？从味道上来说是这样，价位当然这边便宜嘛，没关系，对，便宜一点，对。难得要去吃的话，约会什么的一定要去那边啊，就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的话，去那边，对，不喜欢的人一起来的话，是这样意思吗？对，就是这家店也是蛮漂亮，都很干净。你不要安慰我了。好了，你输了，我输了。你还吃啊？吃得下？
你这么这么不动翻，那你们是我讲的吗？栗子比较好吃，不是啊。一个是他，一个是。好，结束了。我们先第二间的评分，OK， 好不好？那一起喊 say no 六分，你也是六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？跟那间比起来的话有差啦，然后价格比较便宜嘛，多给他一分的。我懂，我懂、嗯，我完全是同意的。然后味道还是比较喜欢平安京茶室，但是因为有一点高级一点，所以很难品尝过去嘛。有时候重要日子要去那边，还有。我觉得地址超好吃耶，我觉得地址超好吃，那个可以加分啊，多一分是吧？好，那6.5好了，6.5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拍个居酒屋的。好、欸 oh, ，可以啊。嗯，你上次推荐那个八百屋跟野菜家都蛮好吃的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下次再去别家，还有几个非常推荐的日本居酒屋。好，也要期待一下，大家也要期待一下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有想到更好吃的抹茶店的话，留言写给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，还有留言分享订阅，别忘记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